呢個就煲一份煲。新煲。好。哎呀！哎！啊，妈，不好了！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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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什么叫勤佛呢？勤佛其实是我们闽南话叫捆佛的，捆佛的哦，这里捆你哦，就是围绕的意思，就是绕着我们的这个大雄宝殿的这个佛祖呢，顺时钟的绕三圈，然后呢，闽南话叫捆佛的，因为要便于让外地的朋友知道，所以大家就叫勤佛。勤是勤劳的勤，知道了吗？拜拜完了，我们到大殿，顺时针绕三圈，绕完之后，我们再到第二个殿。阿弥陀佛。素面、斋面，拿回去煮，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